请说出三个字的家具。开始。高脚椅。单人床。大衣柜。双人床。三人床。我从第二个站到最后一个。你一路逃周山啊，啥东西啊，啥。哎，等一下，再给我一点机会。你一路逃周山啊，啥东西啊，啥。最后三人床。不是周山，你逃的时候你能边思考边逃。我在思考。你也不至于小到让大家看不到。哎呀，原谅周深，现在还住毛坯房，都不知道家具是啥东西。三个字的家具还有啥？梳妆台、床头柜。对，床头柜。哇，哇，这会儿就来了，好棒啊！哇哇哇，还想逃？而且答的还那个中气十足，床头柜。来，下一题啊，这个有点难度了。没事，我们今天有周深，哪个都难。周深，要不要第一个？我第二个吧。第二个。请说出名字里边带有颜色的艺人的名字。黄灿灿，黄晓明，黄圣依，黄奕，张子宁。哦，张子宁。张子宁是谁啊？你是什么？他可是火箭少女的一个人哦。等一下。我们这道题是说出姓黄的艺人吗？我这一个，看看以后全姓黄，哎，要么黄，要么红。像邓紫棋、林青霞、紫棋，对，蓝盈莹、白啥来啊？我看这个嘚瑟样。白冰冰，你这样啊，你说一个来。白百合。再说一个。白冰冰。潘迎紫。杨紫。潘迎紫，我的妈，他竟然说潘迎紫。杨紫琼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梧桐变聪明了，太厉害了，一个人可以干五个。毕竟梧桐发艺人发的多，梧桐他的艺人名字是按颜色给人分的，他叫吴黄，他叫吴红。来下一题，这题有点难啊，说出带有城市的名字的电影名啊，那最容易。开始，重庆森林，我想的就是这个。北京爱情故事，重庆森林。北京人在纽约。对，那个上海人在东京。上海人在东京是什么？费城故事。北京爱上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北京爱上西雅图。北京爱上西雅图。耳朵这么不好使，我真受不了了，四张嘴都听不清。那个什么？那个北京爱上下北。我想的是北京爱情故事。哎呀，东京爱情故事嘛。你说错，北京遇上西雅图。不是爱上西雅图，他也没说出来，他没用这个，你也提醒的无知。